来客乃是刘树，乾清宫的太监，他是来传皇帝的口谕。皇帝令顾景之乾清宫觐见，顾景之跪下，口称万岁，接了旨意，起身对刘树道：“公公稍后，臣妾更衣，立马就起身。”刘树则道：“王妃现在就起身吧。”他居然不等顾景之更衣。 他是能看到顾锦之的衣着，顾锦之穿着杏色没妆被子，梳着低髻，脸上不仅仅没有脂粉，连首饰一概全无。他这样出门是很失礼的。他心里转了转，道：“那有劳公公。既然这么着急，只怕是皇帝的病情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。”乘坐的是刘树来时。 带过来宫里的马车，顾景之身边只跟了个丫鬟戴荷。马车很快，颠簸的厉害。宫里的马车是很稳的，这么稳的马车跑起来如此颠簸，足见多快。顾景之低头沉思着什么，戴荷却低声对他道：“王妃，奴婢重新替你挽个头发吧。”他的袖底藏了支梳子。 顾景之微讶，戴河跟着解释道：“出门的时候，奴婢只怕宫里有事，要您立刻起身，就从梳妆台上顺了支梳子和金簪。他还把那只簪子给顾景之看。戴和是聪明过人的，顾景之笑道：‘呵呵你真是救了我一命啊！’他挪了挪身子，坐到戴和面前，让戴和重新给他拢了拢头发。” 戴河不是那惯梳头的，马车又快，戴河拼了力，只是扔输了顾景之出门时那个低级。他有点惭愧，道：“王妃，这里也太晃了，奴婢手镯很好了。”顾景之笑道：“至少比刚刚整齐多了，还有只金簪，多谢你，这样我出门也不显得突兀。”戴河就笑。 顾景之的马车从午门进宫，戴和留在午门外。顾景之的马车就一路到了乾清宫门口。四月初的夜没有月光，乾清宫门口点满了明亮的宫灯，氤氲红光扎在光洁透明的丹榻上，泛出料峭薄寒。更添夜深露重，夜空寂寥，明明挤满了人。 乾清宫却寂静无声。顾锦之进来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朱仲君。他脸上有些许胡渣，眼底的阴影浓郁，眼睛却精明，毫无半点倦态。想到他两日两夜未歇息，如今硬撑着，只怕心里已经累极。顾景之生出不舍，她冲丈夫点点头。 挪脚向他走了过去，朱重军却快一步往顾锦之走过来。他指点顾锦之：“太后和皇后在那边。皇帝寝殿的外间已经分成了两拨，卢阳王和大臣们坐了一边，太后和皇后的内眷坐了一边。”顾锦之点点头，往太后那边去了。 朱仲君陪在他身边，他们脚步极轻。母后，顾锦之上前给太后行礼，恭敬喊了声“母后”。母后微微颔首。她、皇后和其他几位妃子就没有朱仲君这么好的状态，他们都是疲惫至极，似乎只剩下一口气支撑着，否则就要倒下。 坐在椅子上也是坐不住的，顾锦之又给皇后行礼。刚刚行礼毕，寝殿的门打开，太子和晋王走了出来。兄弟俩皆是满目泪痕。项梁跟在他们身后，又宣了顾延涛等五位阁老进内殿。太后趁机把晋王和太子叫到了跟前。皇上说了什么？ 他问太子和晋王，目光却是看着晋王，这是没指望太子会回答。不成想，太子却哇的一声哭了。他这么大的人，哭起来是很瘆人的。父皇说：“以后江山就托付给儿臣，让儿臣照顾好兄弟、皇祖母和母后。”太子哭着说。 他这么一哭，大家都要跟着哭，一时间大家悉悉索索抽噎起来。太后也没有心情再问太子什么，她脸色惨白，几乎摇摇欲坠。朱重君搀扶住了他，低声道：“母后，您先去歇歇，这里有咱们呢。”太后摇摇头。 朱重君只得将他搀扶到外稍加临窗的炕上，斜倚半躺着。皇后和德妃、苏嫔等人皆上前服侍。顾延涛等人进去，却是很久没有出来。太子和晋王进入寝殿不过一刻钟，而顾延涛等五人一刻钟、半个时辰，眼瞧着就快一个时辰了，仍是没出来。外面的自鸣钟滴滴答答。 已经到了子时，夜真的很深了。别说内宫这些女人，就是其他五位未进去的大臣，也同样疲惫。突然，一个内眷哐当一声倒了下去，把椅子也给弄翻了。她是皇帝的冯贵人，她晕倒了。皇后厌恶地看了冯贵人一眼，然后对几个内侍招呼道。 将冯贵人带下去。这冯贵人敢在此刻晕倒，她以后大概只能在冷宫度过了。皇后是不会放过她的。这么一乱，旧人趁机悄悄低语几声。朱仲君也趁机问顾景之：“彤彤安顿好了吗？”“交给乳娘了。”顾景之也低声回答的彤彤已经学会了吃羊乳。” 若是我不在家，乳娘知道为他养乳。朱仲君点点头，他只关心彤彤，其他的就没有了。他们夫妻偷偷交头接耳的时候，寝殿大门重中吱呀一声，碾过了缝隙，打开来。顾延涛等五位阁老走了出去，特别是顾延涛，他袖底好似藏了卷黄卷，太子就紧紧盯着顾延涛。 他生怕这个关头再出错。顾延涛冷漠，不和太子对视。项梁朝内卷这边走了过来。陛下让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和德妃娘娘进殿说话。皇后和太子不约而同看了一眼德妃，德妃也是累到了极致的，她心里没有其他想法，所以此刻也提不起精神来。 皇后和太子这么快速又凶狠的一眼，德妃根本就没有留意到。她和皇后左右搀扶了太后，这么一乱，顾景之又趁机问朱重君叫我来做什么？难不成要我看病吗？”朱重君摇摇头，他声音轻微：“圣上想见见你，只让你来，没说让你看病。” 顾景之眉头轻蹙，这个瞬间，他居然想到了之前的事，鼻端似乎还记得起那只腊梅的清香，那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皇帝送给顾景之的。他想拉一拉朱重君的手，朱重君似乎了解他这个意图，他的手在宽大衣袖的遮掩下，不着痕迹的探了过来，紧紧包裹住了顾景之的手。 顾锦之这才知道，他掌心一层薄汗，他重重捏了捏，似在告诉顾锦之不必担心，一切有他。然后他又松开，手又收了回去。顾景之的手被沾上了那层薄汗，倏然失去了温热，凉气涌上了。他好半晌才将手掌藏在袖底。 这满大殿的人都是正装，只有顾景之穿着杏色被子，梳了低髻，一副家常打扮。他从进宫到现在已经两个时辰了，还未轮到他面圣。他明明有足够的时间更衣的，不知道刘树到底着急什么。太后和皇后这么一进去，却是两个时辰没有再出来。其他人还好。 太子急了，皇帝见他和晋王的时间是最短的，反而见大臣们和太后、皇后的时间都比他长多了。已经到了踌躇一刻，顾景之也感觉自己坐不住了。他前夜未睡，昨天白日又帮着大哥那边闹腾，人是很累的。昨天黄昏时打算睡一会儿，又被胡杰给搅和了。 到现在为止，他已经快两天一夜未合眼，他也终于理解其他人的痛苦了。他们比他多待了两天，此刻他们只怕是累得眼皮打架了吧？顾景之身子晃了一下，朱仲钧眼明手快，紧紧搀扶住了他。很困吗？他悄声问顾景之。顾景之强撑说句：“还好。” 他重新正了正精神，推开朱正君的手，坐正了身子，再忍忍。朱正君道：“很快就可以回去了。”这是假话。皇帝要么死，要么彻底活过来。若是他不死又活不成，就这么拖着，大家都是跟着他拖。顾锦之既非大臣，又非内眷，此刻跟着吃这种苦头，他心里挺无奈的。 我没事。顾景之再次道，他的声音也极轻。大约到了丑时三刻，太后和皇后、德妃终于出来了。太子迎上来，要搀扶太后，太后也搭了太子的手。这个举动是毫无他意的，太子却以为这是太后对他的肯定，心里松了几分。但是他到底不放心。 仍是往寝殿里看，他把太后搀扶坐下，就起身往大臣那边去了。朱仲君趁机上前服侍太后，然后问他：“母后怎么进去这么久？”他想，皇帝应该不都是在说话。太后微微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哀家进去，皇帝想看看咱们，却睡着了。” 哀家和皇后、德妃等了两个时辰，她才醒。朱重钧微顿，德妃满脸痛色，皇后却隐隐透出了几分愉悦。就在这时，皇后开始流眼泪和鼻涕。在乾清宫等待这段日子，皇后时常离开回趟坤宁宫，每次都是这个症状。只有朱重钧知道。 皇后，这时烟瘾发作。这时，她的手微抖，眼泪控制不住，上前对太后道：“母后，臣妾回趟坤宁宫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”太后看着有点奇怪，但是她的心思根本没在皇后身上，只是点点头，并未多想。太后和皇后。 德妃出来之后，另外五名大臣也进了寝殿。如今没有进去的，就只剩下朱重君和顾景之了。顾景之看了一眼朱重君若是他们最后见皇帝，将来太子会不会猜忌他们夫妻？他心里恍恍惚惚，就忐忑起来，睡意全无。